也算上。 小蛋糕怎么卖？小蛋糕不卖，奥利奥没给，哎，先学个艺伎能啊，直接出来干他，太艺，哎，这小子居然往回走，先不打了啊，我们这药其实白吃了，上来小亏一波。 这个药吃的有点亏，啊，他一级还学的E，直接跟他干啊，开E，晕锤套点炎，直接干，闪现平 A， 这个蒙多有点东西的，他一级学个E打我确实是有点疼。 他那一菜刀差点没给我砍死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还是先来把长剑吧。哎，不行，打他不能出长剑，打他得出多兰剑，要不然打不过他。 他E一下104点攻击力，蒙多不是要重做了吗？怎么重做这么长时间也不重做了？我们的炮车得收啊，降下来直接开E，W顶运住走，不打了。 锤，他没有E现在，啊，他有E了，锤中锤，不上了，兵有点多啊，下边E他可以杀，掉眼儿，直接开E晕他走，玩他，挨个走了，这边勾引他一下。 直接上来开E，晕住平 A， 小兵越多，我们反弹的伤害就越高，知道吧？这波是不怕小兵的，因为我们有 E。但如果这个 E 没晕中，我们就死了。所以 E 一定得快点开。这我帮不了，他去不了的。 这兵线我去不了。现在该我了。严阵以待。捞了一个。 蒙多好像去下路了，艾克传送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留个 Q 的蓝就够了，看他来不来啊？中单派克啊，是啊，这波不能打啊，但是他不敢扛着别人给我打。看招！看招！我给你妈的！这波让他打，站塔下让他打，跑了，不打了。 这不能打了啊！这再给我打两下掏个点烟，我死了，蓝不够用。我本来想着是想让他一直在塔下打我们的，但我一想他有点烟，我想想还是算了。
先出个破败，省着这玩意儿太幼了，不好杀。破败改的太垃圾了。武器大师现在不行，小弯刀都没有了。这波蒙多呢是六级没到呢，他现在是五级，我们赶紧推，推完以后去这个位置截他，这波兵线他就吃不了。即使我们死，他也是赚的。赶紧截他！这个位置插个眼儿，艾克没到啊！跳上来，重锤，开一锤，锤晕住，重锤，锤，锤，重锤，耗点盐，开大招挡一下，吃个药死不了。回头把塔皮收了。好像是蓝刷了啊，啊不是蓝啊，红，怎么有点神志不清了呢？这个位置插个眼儿，把红打了。跳上来锤，重锤，先把狗熊秒了，然后跳弹，这落雷给我落死了。哎呀，这蒙哥上杀了啊，没有一个人头，那还行吧。跳弹跳慢了呀，跳弹呢，我闪一下好了，我闪一下砍人死不了。我寻思跳弹能走呢，凯隐骂你，他没骂我，哎呀，他骂我干啥呀？我跑过来帮他，他还骂我。我就发现有的小子就在那煽风点火，哎呀，谁谁骂你了？谁谁谁骂你了？啊，谁说你啥了？他说你菜，老往我身上甩啥呢？人家一骂就是骂我了，那你怎么不想想他有可能是骂你呢？你说是不是？万一凯隐卖的骂的是你呢？上来重锤，先走别急，走位，锤锤重锤锤锤重锤开大招锤锤跳下来重锤重锤锤闪现，差了一丢丢。这波一开的稍微有点瑕疵。那我确实没想到那塔能打我那么多血，我寻思也就打我能有还剩一丝血吧，我再回头再秀一波给他换了。出重伤啊？不用，我就破败就够用了，没关系。上波没有点盐，这波有点盐了，再试一波。我破败出来以后不用重伤都能打得动，刚那波一没开好，爬了一下塔嘛。这波啊，这波就不推了。这波再推的话呢，他第一他能吃到线，第二他可以不跟我打。我们不能让对面不跟我们打，一定得让他跟我们打。没想到我用你
下波直接追着他一顿锤。我好像看见狗熊进去了，不是狗熊。不管他，让他猜啊！要撇我，你撅个屁股，我都知道你要拉什么屎。找他一波，马上要往前撇的一瞬间，跳到他脸上跟他干。把他们也算上，就是这波机会，下一波。没什么太好的机会，离我有点远。离我有点太远了，不好跳。你看，如果我刚才这波兵推过去了，他就会一直在这撇，他永远也不跟我打。如果他现在上来跟我打，说明什么？说明狗熊来了。狗熊现在的位置是未知的啊，是未知的。我们可以去找一找这个狗熊。这狗熊出的是三项，看看他打没打峡谷。正在打，可以杀狗熊。开个 E， 晕住锤，锤，重锤，重锤，锤，跳下来锤，点烟劝退，不上了，不追了。追也没意义，也追不死。撇吧，掉上来，腰闪可以，锤重锤，接点烟重锤，得了，自杀了。自杀了，这属于自杀。本来还不知道能不能死呢，他撇那一下就相当于自杀。蒙多撇菜刀是先扣血，打到人身上再回血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撇那一下还不一定能死。没想到，我又回了。快点拆，要不然通路没了。可以干啊，他如果想跟我打，我们可以打。不上了，我也有点慌，我其实有点虚，我没有什么蓝了。买两个针眼出门无敌了，两件套。蒙多带不动人，猴哥不会玩，我给你来把蒙多呗，蒙多可以玩。给个蓝吧，老弟。那521还配不上个蓝 buff 吗？是不是？给个蓝，给个蓝，蓝不太够。我又回来了。来一把呗，可以来啊，蒙多可以来。现在日炎那么猛，刚好这是蒙多也还行。熊在没在打 F 六？狗熊往这边走了。先把狗熊拍死，拍死。跳眼儿，走位一下，别让他勾。把机器人这波如果再敢放肆，可以杀。不打了，这波去下路
扫对面的艾克的，来一波突袭不易，知道吗？看看艾克搁哪呢？如果艾克回家了，我们可以拆下塔。掉下来锤，重锤，别急啊！这波可以杀，直接跳眼儿，让他放 E， 我们 E 直接给他扛住，他 E 我就 E， 我们能扛住他的 E， 他就是废。他怎么秀他也秀不过我们。小炮刚才这波没大，机器人来了，说明啥？说明狗熊可能在旁边。找到狗熊，机器人敢拉我，我们就杀机器人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把蓝打了吧。先打个眼，我又回来了。先不打他眼，你大爷的，连个蓝都不给我。严阵以待，跟他打两波，跟艾克打一波不合适。先把他打到没血，再下波一波把他秒了。哎，出个啥呢？来个蟹手吧。那个驯印出不出？武器大师出那玩意儿没暴击有啥用啊？我要出的无尽绿叉还行，就我觉得出绿叉可以。现在武器不知道对面这波有没有人啊？一下两下，重锤，一下两下，重锤，跳眼走。人有点多。我还没到那种就越塔能一打三的地步，这波机器人脱节了，直接把他办了。开个 E， 哇，这么疼！我的天哪，这骇客斩杀线有点高啊！半血斩杀线，走上高地。玩一把，玩个屁！你怎么看着啥都让我玩呢？我14级，他12级，他就是个抢人头的。
让他勾，他都不敢勾我。现在我们就让他勾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敢勾我，勾我我就走。现在他勾动也没有用，你知道吧？我在这儿的话，上路干起来了。我们如果去推一圈，有可能会挨干，我们就不去了。还有谁？什么人啊，这这给艾克跑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没法推上去啊，这压榨一波野区吧。直接开个 E 来开大招，一边拉扯一边打，知道吧？一边拉扯一边打，先杀这个艾克。艾克应该死了，没事，回头跳眼杀机器人，重锤一躲一卡杀收了，我不上了。机器人一旦死了，小炮旁边就没有人了，直接跳上来。投降了。闪躲也没用，武器大师有闪你也跑不了。呀，这波居然不是我 MVP， 我是没想到的啊。凭什么呢？